结果底下的人看了以后，大家都不敢讲话了，但是没有动静了，因为这个壮士他是很壮的，
所以底下呢，大家都点点嘛哈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比喻，我愿意用这个比喻来比喻我自己哈。十年前我到嘉义教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是像那个瘦瘦小小的那个哈，那个小子哈，不来了。就要在教区开始服务，所以我得想一想啊，想一想。后来我就不怕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哦，我找到了一个很团结的团队，找到我们嘉义教区的教友们哈、哦，各个组织我们的特质啊，你们是很强壮的，很团结的，所以呢，我就跟你们在一起，然后说我们一起来努力。所以我们就会所向无敌。当然我们教区也不跟别的教区来比啦，我们只是发展我们的教区，可是我们在我们的教区里面哦，我们就尽量的让它制度化，然后我们发挥团队的精神。所以我们教区里面我们成立了参议会，这个参议会每一个月一定开会的哦，那参议一定找那个最具有代表性而且是最具有智慧的参议们哦，我们组成了一个参议会。然后关于建筑这一方面呢，我们有经济建筑委员会，在我们嘉义教区，我们有好多的人才啊，在经济这一方面，在建筑这一方面呢，我们组成了经济建筑委员会。所以我真的很勇敢，在嘉义教区，因为我们要让那个旧的建筑、老旧的，要让它能够活化，要能够更新啊。因为有好的经济建筑委员会，所以我不怕，要盖教堂也不怕。所以我今天也给那个主教座堂的教友们讲哦，所以虽然是到嘉义来了哈、哦，筹备建这个主教座堂也过了10年了哈、哦，这个教堂还没有盖啊、哦，可是我也不怕啦，一定可以盖得起来的啦。所以我们一起努力来哈、哦。那我会常常祈祷，我是依靠主耶稣基督给我的力量，主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恩宠，然后我会善用我们教友的力量啦。其实我们教区里面呢有非常好的组织哈、哦，你们刚才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哈、哦。刚才你看那个我们各个圣堂，我们有4个牧灵区。那个传协会的主席们组织都是那个相当的健全的，我们的神父更是棒的哦，神父们的团队，我跟神父们好像是那个弟兄之间的关系哦，所以神父就是我的左右手啊、哦，他们不会远离我的，所以这个有神父好的助手呢，那我们在教区的牧灵部上工作呢，我就会很有信心的。然后我们还有修女们哈、哦，一群修女们的。那这修女们哈、哦，我们的这个修女们，我们当然是祈祷，也是从事那个传教的工作。可是我还觉得不够呢，我们还邀请了专门隐修的、专门从事祈祷的修女们呢。他们一天到晚就是祈祷，然后要感动天主，让天主能够福听我们的祈祷啊、哦。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教区，马上下个月就动土了哦。下个月那个隐修院就动土了，所以我们嘉义教区就成立第三所的那个加尔莫罗的隐修院，就在我们这边成立的。那有一批那个修女日夜不停地为我们祈祷，那相信我们教区的发展一定是指日可待的。所以我还是再强调一次的，最近我邀请大家哈、哦、跟我一起来，比如说邀请我们的神父，邀请我们的修女，我们的教友们啊，传协的主席们哈、哦，跟我一起来合作。我们要完成的三件事情哈、哦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年的8月，我们承办了整个台湾地区的全国的台湾青年日。青年是很有信心的、哦、所以他们不只办了一般的那个台湾青年日而已，他们这次发展了，他们会邀请亚洲的国家的青年来参加我们的。当然我们也还是要名额要限制啦，
所以我们的名额就限制在150个，就是从日本、韩国哈，这样亚洲的一直到那个印度哈，我们会邀请他们派代表来参加我们的台湾青年师啊，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准备的工作呢，现在已经好几次的筹备会的啊。那他们早了就已经有把他们的 logo 啦，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整个营的活动的计划都已经出来了啊、哦，所以希望这个年轻人啊，嘉义教区的那个青年团啊、哦，他们是非常合作，而且是他们的向心力也是很强的，我们给他们鼓励鼓励啊、哦。活力啊！好，那第二个活动就是2019我们的三月，这个也是我们要承办这个台湾全国的圣体大会，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圣体大会。那我们已经开了第4次的筹备会了啊，那也希望大家合作，因为这个圣体大会如果成功的话，天主的恩宠就会源源不绝的来到我们当中了、哦、那这个也因着我们大家的团结合作的，我想一定也会成功的、哦、所以那个各位大家努力，大家加油、哦、那这是第二个活动、哦、那第三个活动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准备这个全国圣体大会，所以现在都动员起来了。那借着这个动员呢，我们就要开始要推动这个浮船运动，因为这个也是让我看一下我们的数字呢，我就有点伤感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教友的数字哦是在减少了。你们知道我们教友，人家说传教越传越多哦，怎么我们的传教是越传越少呢？后来我一想一想，对呀、啊，你看每一个圣堂哦，去世的比迎喜的还多。转出去的哦，比那个请进来的还多啊，所以呢就是这样子，每一个圣堂，你们看那个我们的主席们，你们看一看你们的圣堂有好多都是这样，迁出去的很多。当然这个也是要看我们嘉义教区，就是比较属于这个云林县、嘉义县的比较属于乡下的，也许是找工作啦，或者是各方面经济方面可能不是那么优厚啦，可能我们的有好多的教友会迁到那个大城市啊，台北啦、新竹那个桃园那个地方去，有可能的。那不管如何，迁出去的多，或者是离开了我们多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应该让进来的也多啦。所以我们应该学习的就是那个，像今天早上我讲的那个安仁家园的哈，他们一灵洗就是10个灵洗的哈，10个灵洗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堂口、每一个机构呢，我们都要努力来。所以这个也就是我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合作的。那如果是在开幕道班，或者是要讲道理方面有需要协助的地方，邀请呢，因为我们教友当中好多的人才啊，有的很会讲道理，那有的教友们有很好的一个点子或者是构想，当你们被邀请的时候呢，邀请那个来担任讲师的时候，希望你们不要推迟哦。那希望我们这个浮船工作也能够做得更好，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愿望。那再一次的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筹备会哦，那这么温馨，而且是也是很感人的哦。只是这个筹备会哦，缺少我参加哦。我们今天是个活动，我没有参加筹备会，你们不让我参加，也许我参加了以后我会表示哈、哦，表示意见，你们不让我表示意见啊，所以我完全的接受。那我也觉得非常好，你们都设计得很好。那预先事先我所设定的那个的目的哈、哦，也达成了。第一个共荣，我们有没有达到共荣？鼓励鼓励啊！对我们的牧灵浮船会有帮助的，那我们这个牧灵浮船就会，因着我们这样的团结合作呢，那一定那个牧灵浮船我们将来也会有很多发展的，所以我非常高兴，再一次的谢谢大家啊，因为好多人戏像演戏啦，或者是有的计划啦、开筹备会啦，种种准备哦，你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啊，特别是为我们的那个刚才我们所看到的。这个毕月弟兄在哪儿？站起来，让我看看，来，站起来啊！我们今天的这个动作，他只花3天的时间就做好，掌声谢谢他。
谢谢他了哈。那也谢谢各位，我不晓得是我的家族是不是也要上来。